大家好，我是野光，家里养了两条狗，被偷了一条。今天花200块钱在网上买了个监控摄像头，装到院子里看家。嘟嘟，你没有伴了，这是太阳能电板监控摄像头。无需插电，无需网络，摄像头里也想免费永久使用的流量卡，很划算。这个监控有三个摄像头，可以同时录制三个画面。笑死了，登机，因为在哪装？先把它收起来。我现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树砍了，没几瓶了，把监控装到树桩上。雨停了，开始装监控摄像头。装到这个位置，整个院子都能看见。装上监控摄像头，再也不怕狗被偷了。接下来安装太阳能电板，先给螺丝拧好，再安装到树桩上。把太阳能板装起来，手机下个软件就可以监控了。最后把电线连接起来。网络连接中，请稍后。网络连接成功。大功告成。手机下载个软件，看一下效果。监控摄像头还是挺清晰的，有三个画面。摄像头会跟着人转，以后可以让它拍视频，记录我们的生活。媳妇孩子不知道家里装了摄像头。刚才下了一场大雨，我去地里挖一下排水沟。